有几个东西，低碟底下哈，你会有这个东西，就是叫什么呢 ？Python 有没有3632这个？因为我刚刚是指定位置哦 ，OK， 那你可以等一下检查一下，那如果没有表示有错 ，OK。第二的话，你一定会有这个 Eclipse，OK、okay。那我是把它按右键解压缩，直接解到低碟，但你怎么解都无所谓了哈，反正只要找到。所以这两个，那它分在不同的资料夹，我必须要把它合并在一起。另外一个问题说，这个 Eclipse 哦，因为可能像我的习惯，因为可能开发很多东西。那这个到底开发 for 什么的哦？所以我这边打开它，哎，不，更正一下，我干脆把它重新命名一下。我这个 Eclipse 的环境哦，我主要是要拿它来做什么呢？重新命名，拿它来做开发 Python， 所以我习惯加个底线 underline， 然后呢这边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Python。OK， 意思就是说哈，哎，这个环境是我拿它来做什么？那个开发 Python 的。OK。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把它打开，哦，打开不过哦，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哦，有可能你打开了之后哦，它会跳一个错误，说没有 Java 的 JVM， 哦，如果没有 Java 的 JVM 的话，你可能要把 Java 装进来哦，啊，因为我们这边电脑好像因为之前有安装过了，所以它不会跳，但是有可能哦，有可能会跳一个什么，哎，你没有那个 Java 的 JVM。因为 Eclipse 它里面背后是用 Java 写的啦，所以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如果 有这个问题的话，要不你就是到什么了，到那个官方网站上面 Oracle 的网站上，有没有去下载那个什么 Oracle 这个网站，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甲骨文这个网站，因为呢 Java 已经被那个什么呢，被 Oracle 给并掉了，所以目前的话你要找 Java 的东西只能到 Oracle 里面去找了，然后下载它的什么呢， download 那个 Java 的Java SD， 就是它的 JDK， 啊，请注意一下哦，它的 JDK 里面的话，哦，你要去下载这个地方，哦，它进来之后的话，哦，有点不好找，因为，哦，常常改版，我光有时候找这个东西我自己也 找了蛮久的，哦，啊，里面的话你就找什么，找它的那个开发的环境，这边有个 download Java SE for developers， 然后呢你就找什么，不要找最新的，还要找下面这个版本叫 Java 的8，为什么呢， Java 10、哦，最新是 Java 10， 旧的8、哦，才有32位元的版本， Java 10、哦，我刚刚点进去看一下，啊，记得点 JDK， 它里面的话呢，哦，只有 X64 的，它没有 X86，X86 就是32位，所以怎么办呢？你记得下载的时候，哦，就下载这个 JDK， 有没有？而且是 Java 8的，后面是它的版本编号了，不管哈，哦。这边的话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那个我们要的 X86 版本，就这个版本。OK， 然后你要怎么下载？你这边现在点好像不行了，你要先 accept， 你要先同意它的条款，再去下载它，好，哦，啊，它就 download 了。啊，如果你找不到，因为这个太难找了，你直接到云端上好了，云端里面我有一个什么开发安装环境，有没有，这边就有一个 JDK 啦，如果你假如以后啦，不过可能有可能有，也可能像我们这边已经装过就不会有，如果你打开，哎，发现它会有一个讯息，那你就装这个之后它就直接就可以开启了，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它会问你说，哎，请问一下你的 workspace， 那什么叫 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产生的专案你写的程式放哪里，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预设 C 碟的话有个问题，就还原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怎么办呢，一样，哦，请你把这个 C 碟请你把它改成 D 碟，好 OK， 然后呢这个目录，哦，记得就把它 delete 掉，留下什么，留下那个 Eclipse 1-workspace， 不过有时候我会习惯什么，干脆把它改成什么叫做 Python 的 workspace，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改名称，那如果像这边电脑如果也有别的课程在进行，它一样叫 Eclipse workspace， 啊，你们不就冲到了，就它的东西写在里面、啊，最后混在一起就麻烦，所以干脆什么，我们改一下名称，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哦，OK， 按 Run 取一下，好，啊，这样就打开了，
不过呢，哈，它因为这个环境是 for Java 的，所以呢，你目前是可以开发 Java， 但是不能够开发 Python。可是呢，哎，我们要变可以开发的话怎么办？很简单 ，Eclipse 提供一个外挂的功能，外挂就可以了。OK， 那怎么挂呢？哈，哎，打开了哦，好 ，OK 啊。当然，如果我是建议啦，以后如果你还要学其他的语言，包括 Java、C、C 加加、PHP。等等的，你就熟悉它就 OK 了，因为这环境哦都通用的 ，OK 就一网打尽的哈。那、哦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用这个、啊？因为我也熟了，因为我以前就教前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延续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如果你有兴趣学前面的东西啊，好像我 YouTube 上有一些影片分享 ，OK 哈、哦。然后啊再来的话，那Welcome 把它关掉。这样就 OK 了，这个就是它的开发环境。但目前哦 ，file 里面 new 一个什么呢？你会看到它有 Java 的 project， 但是没有 for Python 的 project， 怎么办呢？接下来哈、哦，打开来了哦，再来就外挂 ，OK， 那要怎么外挂哈、哦？特别注意哦，我们可以到 Windows， 啊 Windows 啦哈、哦、，Windows 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那个 Prefinis 这边哈、哦，就是一个算什么？设定啊齁一个什么环境设定之类的齁。然后呢特别注意哦跟这样跟这一下齁、哦、还没到这里先到 help。help, 因为我们要挂一个那个外挂所以请你到什么呢 ?install new software, 有没有这个地方它可以借由安装外挂让这个环境可以开发 Python, 应该可以理解啦齁、哦、点下去。他会问你说：“哎，请问一下，那你的东西在哪里？”你就 add 一下，记得先 add。他会问你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外挂的名字叫什么？那你那个外挂的网站在哪里？那我要帮你 download 下来。”哎，所以特别注意哦，你需要一个网址。那个网址在哪里呢？哈，其实哈、哦，就是在我们这边，请你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add 一二，请你把这个网址哈、哦、，Ctrl C。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它抄在白板上你自己打一定会打错太长了啦所以请你的话干脆 Ctrl-C Ctrl-V 就 OK 了那名称跟它的 location、哦、干脆都用一样好了反正 我不想你也可以但 name 的话你可以改个 Python 的什么什么 de 之类的啦 不用了、哦、你就打两个都一样按 OK 它会怎么样呢连线到那个网站去帮你找到那个外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 PyDev， 意思就是 Python 的什么 Developer 的相关套件。那、啊、请你把这两个打勾，再按 Next， 它就怎么样帮你找到这三个东西 Next， 然后 Accept 一下 Finish。好，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去帮你把网路上面那个 Python 的外挂挂在 Eclipse 了，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啊，哈。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了。这真的比自助餐还麻烦，应该是自己煮吧，哦、不是自助餐的，自己把环境弄起来、哦。不过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啦，说真的怎么办？我包一个给你也可以啦。所以其实我是有弄一个懒人包在上面，你也可以下载下来，一样可以用。可是我觉得以后变成说你们要最新版，还是要来找我了。所以你不是一段时间你要再来上一次课才会 update 吗？哦，不用啦，你该我就教你了。然后 install anyway 这个哈、哦，把它 install 一下，哦，然后 accept 再把它打勾一下，反正这个都 accept 一下，哦，它就会装起来了。然后呢，就把它什么 restart now，OK、okay, 应该可以懂哈、哦。只是说这个步骤呢，哈、哦，还是要了解逻辑。啊，以后。如果有新的版本你还是照做就 OK 或者说以后如果你要去开发别的东西一样的逻辑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有 Python 了不过你会发 new 一下看一下目前还是没有对 other 有没有 other 里面有没有 Python 你会发现呢它可以开发什么呢 Python Div 的 project 而且呢它可以开发 Django 不过 Django 是网页的那个那等于是这个后面的课程了就是开发网站 server 的那个使用哈、哦，那我们是这一个 ，Next 就可以。不过特别注意哦，这个环境已经 OK 了，但是呢哈、哦，有 Python 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跟刚刚我们安装的
Python 连接，所以他还不知道说那个 Python 的那个 compiler 在哪里，就那个执行的那个 compiler，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去把它串联。不过我现在先到这边先停一下，因为我怕你等一下这边就忘了差不多。我把重点回顾一下，一，你们先直接怎么样把环境解压缩到低点，这个跟这个哦 OK 我是有把它改名称的哦。二，打开它，如果执行 Eclipse OK 没有错误讯息，那你就不用装 Java， 如果有错误讯息就装 Java、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进到这个 Help 里面把它 Install New Software OK 啦，画面先还给各位、哦